海灯节的起源听说过吗？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，敌越人会在夜里放飞明亮的灯，让厮杀的战士不迷失回家的方向，不迷失自己的心。这种事情如今大概已经没有人记得了。海灯节，哼，原来又到了凡人用发光垃圾塞满了月港的时候。为何如此幼稚？不过你若无聊，我便陪你去。